打吗 ？OK。这是我们的台式808，我们现在的手柄改成这种托的手柄啊，取放更加方便。看一下它的外观。然后它这个屏幕是可以上下翻转的，也可以放下去。现在开机。3.29。字眼完成以后跳转到工作界面，现在是默认参数是三类皮肤脸部，中间有6种皮肤类型，然后5种部位可以选择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出一下光时，点 ready 以后有提示音，然后手柄在这里取拿的话非常方便，我对着地打一下，这边的激素开始增加，然后放完以后把它放下去，恢复到standby。看一下设置界面，设置界面的话，前面是主机序列号、手柄序列号，然后这个是。计数有5种语言可选，中文、德文、俄语、西班牙语和英语。